Hello，大家好。等你这个在这个平台能开户成功，那么 TransferWise 如果开户成功的话，会有欧元账户和美元账户，他会给你开设一个虚拟账户啊，包括这个一些银行转账的一些国际汇款信息也都会在里面。
这个服务费扣款是非常高的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，扣的话应该是在几十美元吧，所以一定要保证这个 TransferWise 里面的钱是足够的情况下才能进行申请申请这个扣款。